蓝箱玩成零箱，玩机花篮板至少能换成分数。没有啦，我觉得这场主要是输在防守啊。南湘出来一颗锅都没盖到就不应该了，就算人家会吸你面相，也不可能整场零锅啊。可是你要想啊，你集花就不会有这么多板啦、啊。认真说啦，你集花不会有这么多板，遇到集雨不可能，昨天的集雨是白痴，零箱比较强。确实、欸，我的阳寿打日马打掉了，对不对？好可惜哦！干啊，我怎么切过去画面？你就他那个小伟哥就在那个。我怎么切过去画面？小伟哥就在检举啊！我怎么画面切过来就看到你在检举？笑死！啊，怎么画面切过来就看到你？放枪，在放枪！笑死！蛮好笑的，圈圈才是王道。一度入り出すと止まらなくなるタイプじゃないかな。哎呀，对面拿什么？算了，拿长传好了。任せてくれ。小伟哥回锅了，肯定要回锅。轻松打就好。Yuri 我最爱，喂王人，干你讲到喂王人，我就想到一部片，叫做那个什么、啊，那个帝王 AV 帝王那个叫什么？那叫什么名字？它里面有一个剧情，就是在拍那个什么火车什么喂王人什么火车便当，反正那个 AV 帝王那部影片，哎、欸，那个电影大家有看过吗？那是电影吗？还是个影集？那个蛮好看的啊。那一部我觉得很好看，不是加藤鹰，不是加藤鹰啊，它是一个影集啊，那个 AV 帝王是一个影集，很好看、啊，好看。那是个影集，它有第一季跟第二季，好看欸。我一个。本気を出すぜ。面白い。冬田孝之，对啊，欸，那部很好看啊，你们都没看过、喔。看你们这些 A 片人。不是啊，那一部是真的有影集啊，我觉得很好看啊，我觉得很好看啊。没错。哎、欸，对对对，英文 DVD 业务员，他最早的职业是这个，然后好不容易业绩好的时候，靠腰又被那个，又被骗钱，可怜了，确实可怜。没错。干，被踩到了。这要是急流就是补扣了，是投自强的那种补扣。当初看的时候声音开大声，被我妈问说在干什么，很好看啊，那部片。这寂寞不会盖那个，他如果专盖后仰就，哎呀，好可惜。他如果会盖专盖后仰就很好处理。明天有超脸吗？有啊有啊有啊！现在开始每个礼拜天都会有。面白い。
那部真的好看，我推荐大家去看，真的。那不是色色的，不对，应该说它有很多色色的，没错。但是那部片就是有很多东西是很好看的。你来挑战我九绝苍梧川之。还敢看到苍梧川还敢拿那个，还敢拿影仙的，你是第一人啊，真的。老木跟老仙哪个空间更香？肯定是老木啊。这样这么多题材的名片，反正他一开始是一个卖英文 DVD 的业务员，但是他一开始赚的钱很少，然后后来反正好像有一个人教导他怎么卖吧，他就卖的不错。干被戳到掉，任せてくれ。没关系，我干被吸面相了，而且没加速。参ったな。もらった。AV 帝王不是迷片，不是啦，它是有剧情的，靠腰啊！你们一直以为是 A 片哦、喔，不是，它不是 A 片，它是有剧情的片，靠呗，它是影集，很像电影那样子，蛮好看的。干，还是你们只看迷片是不是？他有那个，反正就是一个，他告诉你这个导演，哎、欸，那个导演叫什么名字啊？而且这好像是真实存在的故事吧？我记得，就是那部片是真实存在的故事。どんどん俺にボールを回せ。A 片也有剧情，真人真事，蛮厉害的，哦。もらった。可以哦。参ったな。面白い。AV 就是在演以前 SOT 以前的故事，它有很多题材耶，还坐飞机那个。お前は俺に勝てない。任せてくれ。躲避球。干个玻璃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好帅哦！对啊，还有飞机，真的哦，真的坐在飞机上做爱那件事哦。どんどん俺にボールを回せ。不是，是在飞机上拍 A 片，我讲错了，讲太直白了，干，还是我们这一场剪精华了。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子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以及直播喽。